走。And a happy new year！ 哒哒，一起庆祝圣诞节。现在几点开始收工？表定11点。我觉得10点有机会。以我这个效率来说，没问题的。你看蜂蜜黄这个，很可爱呢。但我老实说，我自己个人有最喜欢，还没拍到。待会儿我会跟大家分享自己喜欢一个。很可爱耶，其实它形状。它是一个蜂蜜罐，它是蜂蜜罐的元素。我猜是这样啦，应该是吧。它皮很香啊。有蜂蜜味吗？倒是没有。跟大家分享，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一款。刚刚前面说，在众多的颜色跟品相中，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个，黑色百搭，然后又有蜂蜜花，黑跟金本来就完美组合。刚刚也跟那个设计师他们聊，他们说他们有观察到很多粉丝他们来现场，他们都会有一个包包放手机啊，或者放一些卡片，所以我觉得。设计师非常的细心，就我觉得有希望有满足到大家的需求。对我而言，我觉得非常方便，因为它这你可以放你的手机或皮包，不会不见。如果它有一个，它这个是一个小镜子。我们要拍摄，我们就粘那个，但是它这个就是镜子，你就可以偶尔看自己有没有出油。额外又有这个小包，这个小包。其实可以放很多东西耶，就零钱，因为我觉得好像3合1的感觉，真的蛮不错的。哦，它后面也是有这个比较重要的，对啊，比较重要的卡可以放在这里。然后如果有喜欢的人，你可以把它扣住，把它扣在你。对，如果你手酸，你可以这样，因为我知道拿相机很累，我就可以手酸。然后这我自己加，他们应该不是这么想。为了服务，今天大家辛苦了，到时候你们各自可以挑一款送给你们，你们也可以拿来用，你们应该也蛮实用的。你们用得到吗？你看你们自己也是用这个，快收工了，加油！